吃掉他呀，就是太喜欢他了的意思是吗？对，我看着他都要帅晕了。我说你吧，我是隐藏的米姐。你是不是千玺哥哥的粉丝？你说呢？是啊，因为我是千玺哥哥的妹妹。这家美的，给你看看，每天看电视就这样。咋了？不咋不咋，在这。人家看电视咋的？咋这样了？就是看千玺哥看直眼了是吗？再给我放一个歌吧。哦，忘了放歌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啊！你再说一句。大家对不起，我一会儿就好了啊，一会儿给你再唱一首歌。唱啥呀？